原标题：古人为什么忌惮和黄花闺女洞房？古今智谋读历史，懂智谋成为智者典籍。关注在古代稻作民族部落，乌挪文化色彩浓郁，人们崇巫尚卜，对神灵采取一种蒙昧意义上的顶礼膜拜。在原始部族，每当新禾成熟后，人们不敢先施，必定用头生禾献祭农神，以表示对农神的虔诚崇拜，同时也祈求农神能保佑来年的丰收。新禾祭神的风俗后来又延伸为让人难以想象的杀长子祭神灵。原始时代妇女的思维逻辑是只有杀掉长子祭祀神灵，博得神灵的欢心与青睐，神灵才能赐予他更多的儿女。古籍上称这一残忍的怪俗为杀长子一地，在神仙享用的蒙昧意识之配下，古人便不惜一切代价的给神灵建造最华丽的殿堂，塑造最精致的神像，供奉最好的祭品。这一系列的怪异风俗还让人们深信女子的童真只有神灵才能享用，擅自破坏女子童真是件非常不吉利的事，很可能会遭受神灵的责罚。于是与黄花闺女圆房便成为一种禁忌，男子只可与黄花闺女谈情说爱，却害怕与黄花闺女洞房。人们视破坏女子童真为最大禁忌，从内心深处忌惮与黄花闺女洞房，通常心甘情愿地将新娘的出夜权拱手让给巫习、部落首领等。这一现象在世界各地的原始部族中均有不同程度的反应。人们视破坏女子童真为最大禁忌，从内心深处忌惮与黄花闺女洞房。所谓黄花闺女，即时下所说的处女。古代未婚女子梳妆时喜爱贴黄花，或用黄色颜料在额头两颊画成花纹，或用黄纸剪成花样粘贴。北朝民歌《木兰辞》中就有对镜贴花黄一句，黄花代表高洁的菊花，隐身女子的贞洁。诚邀有志之士投稿原创或推荐好文章，我们将第一时间发布您的内容。邮箱10700701@qq.com。 声明：本文来源于网络，版权归原作者所有，如有侵权请告知删除、返回搜狐。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